作为知识控，来到澳门一定要来这里。今年夏天新开的6226是一间芝士专门店，所有食品采用北海道 Nuts 忌廉芝士制成，是澳门本地师傅仿照北海道的口味而制作出来的品牌。我都一起来试一下这个半熟乳酪蛋糕啦。好香芝士味啊，而且它的口感呢比我想象中呢更加圆熟啊，好味啊。它很浓郁奶香味啊，而且它的口感很轻盈啊，跟刚才试的蛋糕又很不同，都挺得意啊。好像芝士流出来的，好有满足感啊。